我们要完成小丁的愿望。能见度只有五米，这看什么？我们做一个浪漫人工星空演唱会。为了给小丁一个惊喜，他们奇招频出。要不要下去玩那个摩托车？哇！太帅了！我们不上去吗？不得继续玩。我们坐跷跷板吧。你们再玩会儿，我们去看那个养蜂的那个。哇、哦！看着就想舔一口。准备吃的吧，我看看能不能跑起来。咱在这挂灯球。哎呀，他们回来了，关灯。小丁的心愿能否成真？周五晚8:10，李白玉萍海洋精华洗衣液，花儿与少年露营记。